这一次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行程，也就是在明天的下午啊，我们要去了解种羊生产的计划，哈，我觉得很期待。那相信这几年大家的努力呢，会有很丰硕的成果哦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深化台湾和贝里斯的交流。那现场我刚才谈了，我们有考察团的朋友。为什么你们叫自己叫考察团呢？你们不就是来买东西的吗？这样比较商业吧。哦，这样子是吧？好好好，我是很感谢的，真的很感谢哈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，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。